好。调线回灵，先点一下。好，点。再点一下。挡板会前后动，哎，对。好，看后边。好，调线回灵。好嘞。把火回灵。白刀回灵。上下回灵。坐到这儿，坐到这儿，快试一下。总流不用回了吧？总流回一下吧，给他。嗯。好，把这个弄进来，把那块背了去，不要了。点一张，再点回来啊！点一张，再点一下。好嘞，开始。好了，背起来。回灵，探索。各种各样的参数，正面加深，背面加深的热量，正面不藏，背面不藏，背面浮的是深，正的是浅，正面动的是深，浮的是浅，参数设置。好嘞，送了回灵。完美，啊 ，OK。